么？欢迎进入 cosplay。随着虚拟世界越来越热门，现在有许多人已经把动漫电玩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台南就有交往8年的情侣，斥资40万，把自己打扮成魔兽世界的角色，完成超另类婚礼。在日本更有男子爱上电玩中的人物，竟然特地远赴美国与虚拟女友注册结婚。到底电玩及动漫影响现代人有多深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cosplay，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这个在来宾这一区、有帅哥，哇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我们的朴正明，这是我们的成员，正明，哇，帅，好帅哦，很帅，更帅，更漂亮，哎、哎、哇塞，人家是又能唱又能跳，而且现在又演了偶像剧，对，在台湾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谢谢。还有旁边的这位是这个李湘妮，欢迎湘妮，欢迎湘妮。那正明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叫什么名字？哦，这个戏是翻糖花园。哦，翻糖花园什么意思呢？翻糖是糖。糖是的、糖霜就是一般那个结婚蛋糕，它不是有三层吗？对，然后它就是会做比较硬，然后外面的那个糖霜的那个结构就翻糖花园。对对，但重点是你有嫁给他吗？你有跟他，你有跟他去？没有吗？没有吗？哦，他是我们跟船哥，我穿跟船衣，船衣啊，那就很多机子，机子啊，机子，机子。机子哦，很多次，很多次哦，没有，你没有，你对，我也有啊。跟谁？跟谁？简曼书，简曼书，曼书哦，简曼书啊，哦，简曼书，简曼书，好险他没有来，你很多次，对，他来就这个我们会很生气。很厉害，请坐，请坐。中视对不对？有台2月24号每周5晚间10点会播出啦。是，对。那但是请问一下，因为很想问他个人很多问题。对，请问一下，他会为他的女朋友会下厨房吗？我喜欢做炒饭，炒饭。你喜欢炒饭？他那是什么意思？很厉害哦！我喜欢只有料理，做料理。你为什么皮肤这么好？对，你都吃什么？吃泡菜吗 ？Kimchi。吃很多的水。水啊，喝水，喝水，喝水很重要。还有吃水果吗？水果我喜欢，我喜欢吃水果。台湾很多水果，欢迎常来啦！啊，谢谢。还有湘妮聊一下啊，我们这个新人，湘妮是不是你学的是什么？我是文化大学的。哦，文化大学的，对不对？大学生。他坐在旁边看起来就有一些韩国来的，怎么会这样？对，以为是韩国来的。他可以说韩文啊？他你会说韩文啊？对，我在韩国有交换学生去上课一年过。哦，会说。可以讲话哦，可以讲话的。对，我们也会。阿尼亚塞要撒黑啊，他撒后面打，打，一次全部讲完，没有了，知道这边了，没有了。对，这个在这边呢，真的是非常欢迎两位啦。嗯，非常谢谢，欢迎你们。哇，看到帅哥飞起来了。好了，我力气用光了，换你。换我。兴奋啊！一大早就兴奋。不，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要跟要聊什么？聊什么？翻糖花园。哎，翻糖花园嘛，对不对？对对。cosplay 啊 ，cosplay。好，这个大家，那我就这个问一下好了。问一下这边的疯子，你看啊。哎，今天大家对有装扮，今天的几位有装扮了嘛？而且还缺少了几位，等一下应该有这个特殊装扮。对。好，先请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 cosplay 有哪一些印象？小拉他们特别注重。就是他们比如说那时候他借道具或者是化妆，他一定要跟照片一模一样，然后要配合自己的身高，比如说戴假发，然后一定是从头然后戴到脚，就是造型的方面，然后要配合剧情又要配合造型，所以就是细节很注重。我觉得 cosplay 人真的很用心，哎，对不对？我们就让朴正明跟那个湘妮来看一下，我们让你见证一下神奇的事情要发生。OK， 是的，我们请来几个这个 cosplay 的达人啊。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猫猫，一起欢迎他。道具都
赛的第二名，请 Microsoft Silver Light 蓝泽光 Cosplay 大赛的冠军。好厉害哦！哎，妈妈，欢迎欢迎！好可爱哦，他接触 cosplay 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妈妈？大概四年左右。四年哦，那你从小学二年级就接触到现在了？对呀，你到底看不出来耶？秘密，永远的16岁，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角色吗？这个角色，这是一个电玩《战国巴萨拉》里面。巴萨拉。对，然后这是他的锤子，他要锤敌人。要锤敌人，那这个角色叫什么名字？他叫一月，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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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里面包的是一只扫把吗？哎，对，他是拿扫把的柄去做的。你是自己，你的服装穿都自己做？他这个是特别去拿 Segway 来改的。这太没有，本来是 Segway， 太贵了，改变成这样，你看多厉害，多用心。其实我觉得在 cosplay 哦，你说假发、服装都还算好找，对不对？是不是道具比较难？对，像这个锤子在外面应该不太可能找得到，真的哦。待会再来分享很多故事啊，先请入座，谢谢，谢谢。好，接下来第二位 cosplay 达人是我们的洪月思，欢迎他。欢迎，达人都像 cosplay 平面杂志的封面。活动 show girl 代言，也曾受邀到日本电玩展当 show girl 哦。现在的工作是专门帮人定制 cosplay 的相关衣物。来，欢迎。刚刚毛毛说接触四年，那洪月思你接触多久？大约9年。9年了，哇！达人，我从没有从高中时期就开始玩到现在。那你的服装听说都是这个自己打造出来的？他也帮人家做，而且帮人家做。对，你是学这个的吗？不是，是自学。哎，你看多好，因为一个兴趣，然后就发展另外一项长才。对，对不对？那请问你这个角色是？要帮忙打针吗？来，快点排队。来，不要脸的东西！这个角色介绍一下，超时空要塞的 Frontia。它是里面的薛丽鲁，是一位银河歌姬。我们要看一下细节。刚纳豆其实在后台就跑就说，你这什么角色？其实是看他的袜子。不是啊。慢慢转一圈，让我们大家看一下好吗？其实很多电玩角色都真的很大，哇塞！他那个腰带后面的细节，对呀，像这个亮片呢。对啊，他旁边你看这个蕾丝，这个跨麦。对呀，这样要缝多久？这一套大概花3天。3天就可以，对。那你不是学这个的，手好巧哦。对啊，所以你现在有个工作室吗？很多工作人员吗？是自己在做，没有开说其他工作人员这样。可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 cosplay 花很多钱，你这样大概要多少钱？包含假发大约，因为布料是自己准备嘛，如果比较便宜的话，3000块左右。3000块，但是要有这个技巧啦。对啊，哇，很好，待会再慢慢聊啦。谢谢洪月思，欢迎你。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第三位这个 cosplay 达人，是我们的 Nanako， 请欢迎他。这是日本女学生啊。对啊，好可爱哦。Asia Vocaloid Festival 台湾优胜哦，请问大概接触了多久呢 ？Nanako，Cos 吗？对 ，Cos。Cos 的话，如果严格来算的话，大概4年。4年了，那这个一开始接触也是因为喜欢看漫画嘛？对，因为我是以前有学习过那个，就以前那时候因为漫画的关系，然后就喜欢那个画画。对，喜欢。然后后来也有那个接触美术相关，而且听说你很厉害，你还有出同人写真 DVD 啊。对，等一下会介绍，等一下会介绍哦。纳豆想要买喽，这个照支持一下，就是这边正常的，是买100张喽。对啊，这个角色是那个 Kion 青少女，青少女。看一下它里面的，这是自己小维非常喜欢的围巾，对。这是买现成的还是做的？这是去买去给那个工作室定做的。哦，是洪月思吗？他做衣服很厉害，洪月思做衣服很厉害，在业界是有名的啦。对，好吧，他可以说是这 cosplay 界的古又文了。是，哇，厉害啦！大
学生尝试角色扮演，却找到自己的另一片天。这是乔巴的帽子，这是去哪买的？这帽子没有，那是做的，自己做的，好厉害哦！自己做很强。我们同学呢，自己呢也这个稍微 cosplay 一下。cosplay Angry Bird， look， 蛮好笑的，一定要是。大学生了没？因为一开始呢，就我们知道他们对这个算是动漫非常非常热爱了。那可以问一下三位说，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动漫对你的影响，或对你来说是什么？可以怎么形容？爱与人生。爱与人生，爱与人生。但是红月师，你觉得是？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兴趣。和生活密不可分的兴趣。那奈奈口，你觉得嘞？这辈子永远的伙伴。奈奈口终于拿出了纳豆最想看的东西。是什么？看一下。哎呦，那豆哥，看一下吗？这是什么？我在二月在那个同仁会场发的那个同仁写真 DVD 喽。哦，然后里面包含写真跟影像。好，请问大学生有没有哪些对你特别有意义的动漫或是一些角色？有没有？有吗？把它写下来。哦，有。我就是因为快打旋风，所以就叫 Ken 了。对，是因为这样取。对。是真的、啊。我们邻居就是有一个爸爸自己很喜欢钢弹，他的儿子叫 Kira。Kira， 对，好，李宁。那时候超爱看《美少女战士》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爸爸第一次去香港买回来的礼物给我就是《美少女战士》的那种小玩偶、小公仔。然后我那时候对她超梦幻，我觉得她超漂亮的。然后可是就是因为上次有一个尾牙，然后我就扮了《美少女战士》里面的那个金星仙子，扮完以后我就对她彻底的幻灭，因为她那头发实在太长了，我觉得很烦。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那头发真的好长好烦，能够照。因为你没有进入那个角色，对啊，对不对？对，哇，是你，但很好玩啊，很可爱啊，对啊，对不对？陈辉，你扮过鲁夫哦？没有，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非常喜欢的角色，那我跟他很好，然后可是他出国，就是他出国去，就是他移民，然后他出国前就是把他的这套服装送给我，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就失联，所以说这个角色每次看到这个角色，我就会想到这个好朋友。是，好。来，小胖，小胖，像那个啊，就是他刚刚讲的是《One Piece》海贼王嘛？你是写海剑对不对？没有，不是啊，太快了，没有海贼王，我超级会写对不对？One Piece 在日本是国人的动漫，然后就是之前那个商业周刊还说，就是如果说你要就是要管理就是一个公司或怎样的话，就是你看 One Piece 就是学鲁夫的那个方式，还对你就管理你的下属是有用的。然后像这样 One Piece 跟火影忍者这两个就是在讲朋友跟伙伴之间，就很热血的一个动漫。最近不是那个因为林书豪就突然的很红，是，然后人家说灌篮高手里面其实就会在找角色跟他对应啊，对不对？韭菜，韭菜，对，就是。灌篮高手就是其实大家小时候都会看过，我男生很多男生都会看过灌篮高手这部。对，我老公有时候在篮球场都弄我下巴说教练什么都让我上场，现在什么好笑，无聊，我就打他干嘛，这边对啊，所以那是很进入大家的生活，对不对？是爱播。我小时候玩电动的时候啊，那个快打旋风就是会都，我每次都选春丽，因为我就觉得选女生呢、她很可爱。然后有一次朋友生日的时候，他就说要 cosplay， 然后我就在想说要扮什么，然后我就扮春丽。哦，啊，有照片，没有，没有。旁边谁啊？旁边是，旁边是朋友，大飞吗？哈利波特。哦，哈利波特啊，我跟春丽差不多。这个要问一下朴正明啊，其实他小时候有没有想象过，比如不管哪一个卡通漫画或什么剧的人物，他自己有想要成为他的？我的姐姐喜欢刚才探索的美少女，美少女，美少女战士，她很喜欢，嗯，每天每天看美少女，嗯哼，所以我是喜欢美少女，美少女，你喜欢美少女？哦，我也喜欢，我也喜欢，还有我想。电尾服，哦，有照片吗？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很特别，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崇拜、喜欢，然后想要变成他。对，这个今天呢，我们同学呢自己呢也这个稍微 cosplay 一下，让我们的专家达人来鉴定一下，好吗？好，欢迎他们出场。首先欢迎 Luke， 欢迎，欢迎。蛮好笑的，一定要是，以后都这样子好不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夫的角色是小玉啊，小儿子哦，小儿子是小玉，你看不到路，你挖了洞吧。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阿亮跟阿胜扮的是小智跟皮卡丘。大家好，我是神奇宝贝的小智，下来吧，皮卡丘。皮卡丘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他很高兴来到大学生了没？皮卡丘跟大家讲个笑话。皮卡皮卡皮卡皮皮皮皮卡丘，是不是很好笑呢？谢谢各位。来，我们看一下，对，其实都不用猜了。还有一位还没出来，还有吗？露露，来，我的天哪！这算动漫吗？好惨啊！是动漫角色吗？好凄凉啊！对，你为什么想？他已经算是动漫角色了。你为什么想要扮他？因为我也不喝药，因为大家喝乖乖才会健康。本人的个性是这样，而且他走路一定会这样吗？奇怪，不一定哦。他的脚是开的啊，对耶，对耶，其实蛮像的啦，好不好？那但因为今天聊的是动漫，乖乖哈，先在旁边乖一下，好不好？谢谢，来，Angry Bird， 这个证明有没有玩过 Angry Bird？ 你有玩吗？你会玩？嗯，我喜欢。你全部关都过完了吗？嗯。那你有三颗星吗？嗯。三颗星有，全部三颗星。嗯。哦，很厉害。很研究。对啊，所以这真的好像哦。那但是你为什么？哎，它红色的是就是第一关又出现最基本的嘛，对不对？弹弓也做得不错，这是用什么？怎么做？皱纹纸彩带。对，刚刚用云彩纸做的，对对，做的还蛮精致的，还蛮亮彩。真的，对，还不错吧？看一集还蛮软，但是其实还不错。对，其实也不错，真的。对啊，设计也不错哎。下次纳豆配合他一下啦，掰一下那个猪头。好好好，这谢谢我们的 Angry Bird， 现在还没有 Angry 啊哈，还有乖乖。来，接下来，好，哎，你要撞到小玉了啦！人家看不到你还撞他。对啊，他是谁啊？佳琪，你为什么不这边至少刮两个洞？那真的可以挖两个小洞。没有，因为我的眼睛起雾了。啊，对，老是在起雾的感觉。对呀，哇，很像乖乖小女生的感觉。对啊，对不对？好，去吃乖乖啊哈，现在在那边。好，另外这组真的太神奇了。哇，好厉害哦！艺伎回忆录。那个香港的僵尸电影，对啊，对啊，还是说你要表演擦玻璃？僵尸电影这么白吗？为什么是涂白的？哎哦，因为我也不知道小智怎么模仿，我就说那个化妆师帮我涂白就好了。对对对，他们也没有白的，神经哦。但皮卡丘真的好像哦，皮卡丘。他说谢谢桃子姐，哇塞，那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怪兽，对对对，这是真的很厉害。夜花种，您平常有在 follow 皮卡丘吗？有，哎，我今天发现我宝贝球做的太小颗了，皮卡丘好像不太想进去，所以下次我该换一颗篮球来做，打的走出来的。真的不错哎，我们掌声谢谢这几位同学。谢谢。广结头号有绝招，自制化名片不能少。我们会把自己 cos 的照片做成名片，然后就是去会场发。这边有娜美的名片，等一下。请问一下我们的红叶师，他们有哪里还可以改进的地方有没有？我觉得都还蛮原作的，我超喜欢乖乖的。哦，你喜欢乖乖？因为没人想到扮乖乖，对不对？对对对，而且他的动作非常的出神入化。是，那毛毛你觉得嘞，哪一位不错？我喜欢 Angry Bird。你喜欢 Angry Bird？ 对，他可以。哎，而且我还在幻想啊，说有没有可能将来有人扮 Angry Bird， 因为我很喜欢 Angry Bird。就比如说三人一组扮那个蓝色的，然后本来是走在一起，然后一按他就跟着三个人跑出来，哎，很酷啊，对不对？哈，那哎，威廉怎么了？没有，我是想问一下，就是三位玩家，就是有哪些动漫或是电玩是很多 cosplay 爱好者特别喜欢装扮的？海贼王，因为我也很喜欢海贼王。嗯，我也是因为海贼王，然后所以才踏入 cosplay 界。为什么？你开始是扮的是海贼王的角色吗？乔巴。哎，乔巴也是。你后面是不是有那个帽子，对不对？啊，对，这就是乔巴的帽子。那都可以戴一下吗？这帽子是自己做的吗？好可爱哦！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不会太大？戴得下吗？戴得下。这去哪买的？这帽子没有，那是做的，自己做的。好厉害，好厉害哦！自己做很强。旁边这个什么材质啊？它是泡棉条。哎，你给香菱戴一下好不好？你戴没那么可爱，香菱在旁边啊。毛毛是喜欢海贼王，那红月丝呢？我也是海贼王，然后还有现在身上这一套超时空要塞。超时空要塞。对，但我们 cos 圈内它非常红。嗯。然后还有一部音乐游戏叫 Vocaloid。Vocaloid。对，它是初音的。初音未来。初音的，对，初音未来那部游戏。哦，请问像你们在 cosplay 界，其实对每一部动漫都很了解吗？就是说大家聊起来就是哦，我知道那部的谁什么什么。啊，会，就很容易在我们 cosplay 的会场跟他聊开，然后变朋友这样。可是他每年如果有新作品的产量，大概会有多少部啊？还蛮多的，因为还要包含到电玩那边的话，对啊，又还有动画、漫画有什么的。会不会有些人喜欢扮特别冷门的角色的这种？啊，会，也有人喜欢扮冷门。可是我们就是会，有些人会习惯就是做名片，我们会把自己 cos 的照片做成名片，然后就是去会场发，然后大家可以彼此认识交流。对啊，这边有娜美的名片。你的名片吗？你的名片可以看一下吗？看一下，来给我们吗？大的名片啊，娜美，娜美，是娜美。等一下要给证明看一下，是那个最近娜美两年后的。是，比基尼的版本，你自己来发给他，你自己发给他。那些粉丝页，哇塞，哇塞，新浪那些，还有哇，好专业，他的名片好精致，因为包括不好意思，你对正面比较好看，但是他的后面包括他的字体，包括他的图腾，而且可以网页连接，方便。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红月丝旁边这个啊，这是我请我朋友设计的。对啊，你这个很专业。因为我们会就是比如说我会做衣服，那我就帮我朋友做衣服，那我朋友他会设计，那他就可能会帮我设计。这样一张印出来要花多少成本？没有算过哎，可是大概这个不便宜，这个300左右。对，因为观众摸不到这个质感。300一盒，它300块一盒，对，因为大概250张。嗯，哇，真的很厉害！来来，洛丽塔要问问题。我想请问三位啊，因为像漫画里面很多女生啊，衣服都超露的，就是那种尤其是那种格斗角色，明明就是格斗，可是衣服可能都只穿泳装啊，就是那种开高叉。那像你们一开始在 cosplay 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排斥这些角色？只要喜欢，会勇于去尝试这个问题。哇，所以像这个就是你，这是你吗？对，就是我。当时里面还有穿一件就是像丁字裤的裤衣，对，还没有是穿像丁字裤的衣服，是说后来再把它修掉。跟朴正明解释一下，他这边都没有穿，只有穿丁字裤。他只有一个丁字裤。这么开心，我也喜欢。你也喜欢穿丁字裤？你喜欢穿丁字裤？我也看过那样的。哦，你们知道那个 King of Fighter？里面的白，的女生这边不知火舞，不知火舞，就是有轰哦，不知，对，不知，不知，会有个扇子，扇子，扇子，不知火舞，韩国在韩国很红啊，因为他那个很暴乳的一个装扮，全裸吗？超美的，对。跟我现在这部同作品《超时空要塞 F》哎，可是红月丝，你拍这些蛇姬的经费何来？就摄影棚啊，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会摄影师也是朋友，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摄影就是不需要费用，只是说今天可能我想出这个角色，那你也想拍的话，我们就是说那互相帮忙或是互相帮助这样。哦，所以他们真的好朋友很多哎，对不对？对啊，这是兴趣哈。好，接下来呢，其实这个要问一下，比如说雨山，我想问那个，红月丝，就是每一个
里面的那个角色你都可以做嘛，就是不管哪一个动漫，人家想要什么你都可以帮他去就是刻制嘛。还有就是有做过哪一些复杂的，就是手工，只要是布料的我都可以尽量想办法做出来。对，但是如果像盔甲类的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盔甲类盔甲像铠甲那一种或是什么锁指甲那个可能就没有办法。我们来看红月丝的相关的作品，这是 G Online， 然后那些礼服是我早期还不是很会做衣服的时候做出来的。可以开店？你们的地点是在哪里啊？啊，这是在台中，这里是在台中。然后这是刚刚说那部帮忙做衣服，这是刚刚说那一部音乐游戏 Vocaloid 的卢卡，对啊，然后它也是一件礼服哦，坐在飞机的轮子上拍照，这个是那个超时空 RCF， 然后这是因为我那时候有发写真光碟，然后我们为了写真光碟去拍照的。听说你有一次做衣服做到去挂急诊哦？啊，对，为什么？因为我针车直接穿过手指头。怎么办？整台缝纫机一起抬去吗？没有没有，针直接端在我手上，然后就穿过手指头这样过去了，很痛吧？很痛，其实痛到就是会一直流眼泪的那一种，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其实说真的啊，那像其他两位的话，毛毛你就是别人帮你做是不是？没有，我主要是就是做一些道具。那衣服的话，会自己画设计图，然后再跟店家讨论那个布料和细节的部分。哦，现在认识红月丝就好了，就需要有其他帮忙。然后有一个达人，好，露露，我想要问一下三位，就是你们就是衣服自己做嘛，对不对？然后像其他一些小道具啊什么的话，那你们怎么办呢？也是自己做吗？还是要去？对，比如说那个乔巴头，对啊，武器那个怎么做？你解释一下。它里面是安全帽，它是安全帽改的。嗯，哦，里面有个安全帽，里面有个安全帽，工地那种安全帽。然后那里那个鹿角是那个角，它是泡棉条，然后是可以拆的。哦，啊！拿去做，可以做鹿茸。这个就是。哦，对啊，就是软棒的那个泡棉条啊，然后就自己封那个布在上面的，然后拿下来就可以把那个 Angry Bird 打出去。对耶，所以包括上面的一些什么叉叉圈圈，那都自己去剪啊，然后慢慢把它封上去，这样吗？对，用布织布封上去。布织布是真的很棒的工具的，对，便宜又好用。做这一顶要多久？这一顶哦，大概一个星期，因为像里面有些胶就是要等它干，主要是等一些就是中间过程的事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家长可能会禁止小孩，就是说你去写功课啦，不要看漫画啦，不要打电动。但是问题是，他从这里发现兴趣之后，他反而发展出另外一个长才。对，做得多精致，那个美术课我们都不会做到这么精致啊，对不对？更何况是像揪菜，你喜欢灌篮高手，你不只是喜欢他，你还模仿他的性格，还做了一段影片。对，就是因为我们系上，因为广电系本身嘛，会办一些就是影片的创作比赛之类的。嗯，像我们学校办一个艺美奖，然后我就想说，哎，是不是要出一个短片？然后结合自己很喜欢《灌篮高手》，又在就是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就是模仿真人版的影片。对，就想说自己来做一个作品这样子，哎，又激发了创意，好不好？来，好，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动漫女神传授性感 pose， 大学生去整个走样，好吓人。别生了没？好，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壊れた。
喜欢哦。朴正明，你喜欢吗？像这样子的作品，喜欢吗？我喜欢，我喜欢。你有看过这个？看过这个的吗？对，看过原本的卡通的，有看过吗？韩国也很。韩国也很喜欢，我很喜欢。哦，像不像？你觉得像不像？很像，很像，很像。错了，这不一定定住就好了。问问就菜啦，就菜。在这个场景上面，还有选角的部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哦，就是在选角方面的话，因为最主要这个最主要主角就是晴子跟樱木嘛。对。然后我们会先分析这两个角色的个性。像樱木的话，就是比较阳光一点，阳光，然后眼睛都会这样。小眼睛都很有神，然后晴子的话就是眼睛大大的，然后笑容甜美。在场景上面的话，像是第一颗不是有一颗在海，它有一个在海边的球场吗？对对对，对海鸥也是。海鸥的话就是想说就做一只海鸥从假海鸥，假海鸥，太可爱，就用纸板做嘛。对对对对，我们其实当初也没有想说就是效果会那么好，就是大家好像对那个海鸥都蛮印象深刻的。对，嗯，印象深刻。强哦，你们赶快拍片尾曲啦。好，如果就是有机会的话会试试看。这样拍多久？拍多久？这样拍大概前置后置大概花差不多快一个月吧。但是今天这个内内口他其实有带来他的这个也是影像的作品给我们看一下，对不对？对。是什么作品呢？是我的那个平泽维全记录。平泽维全记录。是我现在扮演的这个角色。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机器拍？相机，普通的相机而已。相机啊？对，可以录影。哦。数位相机。不是真的吉他，假吉他，哦，就是假吉他哦，假吉他哦，对，我那个是破他的梗，没有，就觉得做得很像，做得很像，因为蛮多人都以为是真的。刚刚那个楼梯是那些年的楼梯吗？我不清楚，还是不用练就很厉害。其实这个是他在动画中有一段的那个情境，然后我跟摄影师讨论结果是决定说。不是，这是一所学校，台中的。那请问一下，这是 HTT 的标志。这是学校放暑假，学校放暑假。哦，好，厉不厉害？哦，好专业哦。我们看一下，小胖，你是动艺系的，你做得出这样的作品吗？我做不出来。主修不这个，好愧对。我主修不这个啊，为什么我为了动作一定要干嘛？我主修不这个，主修主持。了解了解。哎，我觉得他们以后的婚姻都会好幸福哦。哦。好，姐想到了这个方面，老公今天下班看到的是谁呢？就是都不一样，对不对？会不会这样？侯月思，应该还好吧？会，你扮这样，老公就疯掉啦。可是有很多男生，其实他对自己的女朋友不会要求这个耶。哦，万一你不小心偷了，但万一你男朋友觉得说，哎，他每天他说今天晚上我想要看你变成谁谁谁哦。这样的话，你会愿意配合他吗？我没有碰过这样的男朋友。好，那这要问朴正明哦。朴正明有没有要求女朋友扮什么谁谁谁哦？哦，皮卡丘扮哪？你们点关？皮卡丘，皮卡丘，好吧？不是，只要不是皮卡丘都好。哦，乖乖喽，乖乖，乖，啊。也没办法，叹气了，不知道怎么 kiss。牙齿，他被撞到，还好吧？可以可以，乖乖可以。不是朴正明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是可爱的还是成熟性感？我喜欢有趣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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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朗，开朗，露露啊，露露就你呀，好开朗的。哦，我们待会让他看，我们这边有很多开朗女大生，我们就来这个，请这三位 cosplay 的达人来指导一下，他们做表情好不好？那这个 Ken 哥想看哪三位啊？哎，那就直接抽签了是吧？好，来，美女，我们来给你抽，你手机够不方便，请抽，你应该打不开吧？可以抽，抽得了，你真开心，抽一支啊！那请自己打开，自己打开。为难人家，所以毛毛呢？你抽到的是哦，洛丽塔，洛丽塔。
露露跟佳琪请出列。好的，现在呢，我们要请三位达人来示范，那我们同步要照着做啦。那首先第一位是毛毛嘛，毛毛，对，你要叫他什么角色？嗯，想要叫洛丽塔，就是我最喜欢的乔巴。乔巴，洛丽塔做乔巴，洛丽塔做乔巴，那洛丽塔要戴那个头才对啊，对不对？赶快，快点！对，哇，今天穿透视装却要戴乔巴头，人生超冲突的、啊。哇，人生就是充满好性感的乔巴。好，妈妈，来，请示范一下。就是那个动作给他大一点，会拍照比较好看。这样，拍照怎么弄？面对镜头，洛丽塔，可爱哦！是怎么样？头扭到了吗？头扭到了，因为我很怕把这打掉哎。还有另外两个 pose， 还有什么？还有呢？就是乔巴他有招式叫诊断，好，诊断，对，手要这样子摆。他的蹄子要摆出来，然后那个就是中间要分开。哎，哪一张牌？对对，这样子。你们是打麻将啊？哎，没诊断的。啊，对不起。诊断，然后要合起来。对，就是对这样子，他就是看敌人的弱点。你要摆出一个气势，哎，摆出来，嘿，嘿，嘿。拿出来，有什么话想跟他说？擦亮黑哦，没有，你擦亮黑哦。要干嘛？等一下，要问一下。他说要抱一下，可以吗？翻译要请示一下。来。天呐，你为什么脸也红啊？你也想要啊？结果老师没吃到，对他全身吃光光，努力半天，哇塞！大学生，结果老师没吃到，对他全身吃光光，努力半天，哇塞！待会私下再问一下好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也想要。那那狗要教他什么？教他哪一个角色？因为他今天扮演是小丸子里面的小玉嘛。对。那教你扮小玉的一些比较那些文静的动作。他也会。你也会小玉的达人呢。好。那小时候大家的 pose 是什么？你需要内八吗？好。哎呀，因为小玉比较静态，好厉害哦，比较文静，害羞。接下来惨吗？红月师要教这个龅牙乖乖，好冲突哦，乖乖变坏坏。来，我们来让乖乖挑战一下，能不能又细感又可爱，好不好？哦，细感可爱。针筒这东西还蛮好用，可以先放嘴巴旁边。眨这个眼睛这样子，对，好，要嘟嘴哦，嘟嘴哦，眨一边的眼睛，然后嘟嘴，乖乖，预备起，好怪哦，牙齿死掉了，够弹气，我的小丑啊，眨一眼而已啦，有怪兽，有怪兽，有怪兽，没有，还要再挑战啦。三个不用了啦，没有，我觉得是红月师，你针对你这个角色，你做一些这个角色会有的，好不好？像眼镜的话，比较性感的角色可以摇眼镜，哎呦，对，哎呦，还有呢，还有呢，还
到一半的动作。带到一半。带到一半。啊。哦。哇塞，好厉害哦。这个美女做才会有这种感觉。对，还有呢，还有呢。三连拍用眼镜，预备备，开始！摇眼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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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撕掉！好恐怖！好，眼镜戴一半，戴一半。阿爸，阿爸，阿爸，太贵！好，起码被俩搞笑，俩搞俩搞，俩搞笑。哦，好 ，OK， 这真的很难呐，好不好？还是要这个整身的打扮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在这边问一下这三位 coser 啊，就是说在这个 cosplay 界啊，我们每年必须参加哪些盛大活动，有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嗯，我觉得主要最大场就是在寒假和暑假的时候。对，那是在哪个地方参加这样的活动？在台大体育馆。台大体育馆都会办这个活动，就对。哦，上网查询都查询得到寒假、暑假的日期，对不对？它其实一整年每个月都有活动，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活动，只是说看北中南的场次而已。还有规模是不是？对。那最大规模就是寒暑假。对对对。哦 ，OK， 好，小胖。我想问他们三位，就是自己有没有另类那种就是周边商品，例如说像衣服啊之类，有没有？就是兴趣会去收集这些，像每个角色的衣服，像收藏收藏。红月师，假发、衣服这些是少不了。像我假发大概就几乎50顶差不多，50顶，五十顶，对，这只是一部分。但活动有没有一些禁忌，或者是有一些潜规则之类的？像就是我们只能在会场活动的时候办这些 cosplay。那如果像平常走在路上的话是没办法，就是因为会引起别人注意，然后就会误会说，哎，这个人好奇怪，是不是 cosplay 的人就都知道。所以你们不会这样去做捷运，或是对，哦不，规定不准穿这样做，在私底下不要这样，不成文的规定。对，你说比如说做衣服啦，哈，或者是画画啦，会去揣摩这个角色，其实都是不同的艺术嘛，对不对？而且他们做的真的很好，做的非常好。是，所以其实大家这个可以重新认识一下 cosplay 之外呢，也别忘了2月24开始呢，每周五晚上记得要看《翻糖花园》。谢谢夏琳，谢谢郑明，谢谢。